你的号码 ，OK， 好，你说话吧，来，我们先说再唱啊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董美琪，我的号码是104，我今天要唱一首歌叫《天空之城》。That's a good job.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 Isabella 好不好？哇、wow. ！为什么我生不出这样的女儿来？你知道 Isabella 从头到尾在唱歌，她眼中只有一个观众，那就是她的妈妈。妈妈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哇、wow. ！祝贺我们现场诞生了一位新妈，未来的新妈，好不好？你想有什么话跟妈妈说吗？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好 ，OK， 哇哦，惜字如金，唱歌倒是可以很多话。他可能在说，我唱的都这么好听了，我还需要说话吗？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来，我们听听评委的点评怎么样？想不想听评委叔叔阿姨们的点评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不说。
没关系，来，因为老师点评。好，我先来说啊，因为年龄很小啊，你的表演呢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是很到位，但是我看完你的演出之后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唱歌这个真需要天分啊，天生乐感太好了，就已经声音，你主要要的音准非常准啊，比如一些大人都准，虽然声音还是童声，非常真，但是我觉得 我个人感觉乐感非常的好。我要补充一下，其实他是有练的，妈妈说他每天在家都唱很多个小时的歌，是不是？他是，那他练习的方法非常的对，就是说没有刻意的去做成什么样，就是这个本声。其实现在我们听到的、为什么能打动人的，就是你原声音是最好的。对，童声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，这是老天爷赏嗓子赏饭吃，非常的羡慕嫉妒不恨。来，赵芳老师。我也很喜欢看这个动画片，宝贝儿，我好喜欢你啊，你好可爱啊，你的声音很好听，然后这么漂亮的声音，音准和节奏也很好，什么技巧和其他方面都已经不重要了。评委老师已经被震撼到无语了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直接用分数来说话吧，好不好？来，赵芳老师。还没有写是吧？大家都已经被沉醉在歌声里头了。来，赵芳老师95分，邵老师95.5，李老师95分，李友94， Martin 老师95。谢谢我们的小宝贝儿，谢谢评委老师，你可以回去了。Good job.